Hello，Hello，1485401阿贵代代奶奶 Alex 杨琼白，谢谢 Alex 送我测捧跟北原素颜仔，怎么了吗？很素吗？我爸看起来可能有点素，画个眼线吧。人豪 Cody 玉伟。晚安，Hello 阿龟，浩一晚安，晚安。晚上吃饭，然后到刚刚，那就很悠闲。好，我现在没有素颜了。今天有去学校吗？当然。谢谢阿贵分享直播间，嗨小易，嗨浩一，嗨桃花哥，Hello 现喜悦，奥拉乌豆，九蛋，小猪，雷秋，真心卷君汉，Hello，晚安。啊，现在干嘛？当然没有请假，我今天有乖乖去上课。虽然我今天早上就很想开溜，但是我有乖乖上课。
我还是想到我的右边，我的右边啊，摆方向是不是？没关系，我还是会去那边的。对，我还是有在那边。你那里明代进门，出境的换战士。送朋友的还是快，朋友的票吗？你说你是哪边？我是你们的右边吧？但其实两边真的是很平均，老实说。Hello， 头模天天西恩。傻逼 ，Hello。哦，我需要讲我公演的位置吗？在你们上次的那边。对，我在那边。我觉得我最近都在看偷打算。在最旁边，赶快做一个。我在上次你们的那边，你们的那边，我的右边，偏前，这样吗？天哪，什么东西 ？Hello， 有吗？有人要接到我的彩蛋了吗？Tora 最近还好不？他好得很呢，还不知道位置。好哟，你看外面熄了，资源去旁边。然后，Tora， 反正Tora就是他现在很活泼哎。他之前戴头套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很阴阴，就是很阴郁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一直要跑天花板，北极熊得数。现在要问的是演唱会的位置吧，都有都有，我真的左中右都有，偏左，不偏中，可能偏中，但如果偏中的话，不用想偏后，就算是偏右，最后，偏左，最后，差不多啦。珊珊好吗？好了。我的左，你们的右，这样吗？喜欢。你们为什么都台湾国语？乌鱼，谢谢追踪。上次肉肉很皮，没接到。什么？那还好不？我吗？我还行啊。最近过得颇好的，应该吧。晚安，乌诺。我们要去打吧。杏红，谢谢追踪。安安觉得机长要加购吗？还是留着买合照？合照吧。机长是不是就是？耶耶耶！然后就。我不知道，机长是这样吗？安吉想模仿吗？你可以给我剧本，我看一下，我再决定要不要。吃饱了吗？吃饱了。最近安妈已经迷上了外送的魅力，她决定要续订，夸张。太夸张了！刚刚好帅，没有。总之就是呢，就身边有某个人在看直播，他把声音放出来，然后听一听，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哑巴。先帮我想动作，已经不知道怎么拍了。好。还是要留一点到六单的握手会，剧本只会给我而已。
今天只有一个魔法小彩，不会为难你太多。你说说。赶快把机长卖掉换合照。加速要游过来了吗？不是前几天有一个新加坡的粉丝吗？他说他刚到台湾，今天没有开车。想看爱模仿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那是什么？我看看哦。说完别套话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好帅。没有，是刚好就是要上来准备直播。TP 英文台阿狠，等一下，开个店。TP 英文台 Hello 500英尺降落，那个人很厉害。阿汉，我待会再看一下什么，等我一下哦。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在 YouTube 上面吗？九天玄女。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七分钟吗？放到哪里？最近超红，平安昨天也模仿了哦。六单海藻，相信我会复活的。诶，唐我跟要毕业了吗？那个人很有事做得好。赚钱的人买票，嗨，叔叔。今天模仿好期待。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搞不好欧巴我等下就不理你们了。新加坡好像开放入境，我们不是对美国也有开放入境，我们不是对哪里都开放入境吗？什么？今天要做主角彩绘了？想说你这么漂亮要来做主角彩绘？主角彩绘？给你参考一下我们家目标。指定姐妹。主角彩绘啊！乖乖。明细都帮你写清楚了。偶包嘛哦，啊就偶包没，酱肉，酱肉，好猛。算命的，来，几年出生？1994年，民国83年，
住人的话，假户年那你算成假户年，你倒霉，昏倒了。来，流年运势。电脑没电。83年。快到喽。流年运势我们最会。哎呦，哎呦。有没有看过这样？昏多人多人很多，就拍到边的，人很多。为什么？我用我的笑容去换我的功力。一把一米一年，抓好，抓好哦！想象你国中国文老师的脸，想象你英文老师的脸，民国，想象一只天竺鼠的脸，来开始。打多一点，功力圆满，天机不可泄露。Hello， 小小的瑞维。全部都放进去，来再多一点，欢喜随缘，全台湾了、啊，就我了。晚安，莫寒。就是你唯一指定姐妹。这个吗？来来，恭喜指定你随缘，全部都放进去，来再多一点，欢喜随缘，全台湾了、啊，就我了。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好的啦，来，恭请九天玄女驾到，800英尺，500英尺，降到，100英尺，中华路二段55号，收到。是我不懂笑点吗？是我不懂笑点吗？800英尺，降落。什么鬼？降落，演得很好，他很会演，很厉害。你觉得后面更好笑？认真。我妈，我是 get 不到你们的笑点。降落，完了，完全 get 不到。好哦，怎么办？我是没有跟上大家现在流行的东西。塔瓦哥表示好喽，够喽。要有那个腔调，要微破音，你知道吗？不是很难呢。那微破音，你可以找妮妮。还有谁？其实我觉得玲玲的声音感觉也蛮适合的。还有谁？哦，我觉得玲玲可能很适合，玲玲特别适合。不是啊，就是不懂所以不好笑，不是吗？中影 ，Hello， 我有冰淇淋，就是很台湾国语的讲话方式。我有自己快闪吗？我有自己快闪吗？有需要才会。中影，谢谢送我们来签到。我的好像比较 get 到，你应该不熟，我也跟阿汉不熟啊。我好像没有看过他的影片诶，但是都是发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模仿的。啊，就是常常是看到那种比较是可能什么东森新闻或是 ET Today 分享他的影片的时候才会哦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留言哦，好哟。反串居多，反正希望你们公演可以抽个好位置。公演，我看一下其他的，我们现在是 MC 话题，这是 MC 话题。Give me that girl, give me that girl。Oh no, oh no, oh no.
紧张该完，今晚该来了吧？不是说要延续上个月的。我跟你们说，我前几个礼拜，就是公司想要看我绑马尾的样子，然后我绑起来之后，他们就你好像是不适合绑马尾之类的。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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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黑杰克。所以说法圈到底收到了没？你真的寄法圈来哦，认真哦。我跟你们说，我们上次在聊说你剪短发嘛，然后我不是想说我是也是剪短看看，然后我一路问了很多人，然后我问了玲玲，玲就说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你长发的样子，你是问其他人。哎呦，然后我再用各种 app 传给，然后他说啊，我好像比较喜欢你短发的样子，然后就奇怪，你们我这样很难做人呢，就露耳朵的吗？我最近长好多痘痘，我最近长一颗大痘痘，哎，你们看到吗？对。其实我已经想剪了吧，才没有嘞！高中毕业那个月在试看，你说六月吗？露耳朵，所以七月喜欢露耳朵的造型。因为我公司照是露耳朵的，但我每次都觉得想到把公司照，觉得好麻烦。哇，果然感觉就有什么，当然蛮赞的。双耳不行，是不是？不行，双耳不行。我觉得露耳朵现在有种若隐若现吗之类的感觉，就是不能直接正见照。我觉得真的可以试试，你说短发吗？赶快哭，你想哭是不是？你们不是说如果剪短发你会哭？我就因为这个，然后我就会很犹豫。看，哦哦。你想看他们哭？晚安，包子晚安，朱迪恩晚安，米卡晚安，希尔比晚安，保罗晚安。你会哭，但你会期待一下。为什么你会哭？是我的头环。那我剪吧，现在不能剪了。反正我哭点很多种，我可能剪完那个当下我会哭。如果剪太丑的话，但我目前是没有要剪的，目前是没有要剪的。但可能哪天，可能明年之前，我如果剪的话，也不是意外。但像秉涵就很适合短发哎，其实，但我还是喜欢他长发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他长发比较好看，虽然都很好看，但我还是偏爱他长发的样子。可以等你抽到签名再剪吗？等你抽到签名，什么签名？我这手机还没更新哎，浩一你传的什么表情符号？朱莉恩现在送魔法棒。Hello， 草莓酱。草莓酱，我明天要去 pew pew。我这里到底会不会那个啊？心中沙沙 K 哦，我这里待会呕车，感觉呕车，严重呕车。
肩窝底肩窝，我的签名。米卡，你有抽我的纸笔吗？我要底好底稳。开保险，开始射击，砰砰砰！现在只有三发而已，我觉得我会一发都没有中。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要 T91， 对，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要看哪里才会打中那个，就是要看哪里才会打中吧。抽不到，我有那么多人抽吗？我的诶，没有，我们现在是三发了。以前你不觉得越来越少吗？我们会可能下两节之后会剩一发子弹，之前是10发哎，然后10发变5发，我们现在3发，3发就砰砰砰就没了。什么子弹？真的子弹，3发而已。对啊，瞄好准心。贴挺身，你不要留空隙，不然很危险。好的，我会的，一发入魂。我已经是三发的时代了，就是这样，不是抵着这样子吗？然后，我就那天我就这样已经眯好眼了，然后我就，他就是枪头那边不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这个中间点我去对那个点，然后我就这样射出去，也不是，就红外线扫出去之后呢。把中心在这里，我的红外线扫出去在这里耶，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每期弹药都打不完，什么什么，当兵打到不想要打。有看注意真心吗？有。我现在会看这部，其实感觉当初你有看鬼怪的话，就哎，后续故事。现在还有红外线，真的吗？所以视线有跟准心水平吗？准心是什么？没有，我红外线是指那个玩具枪。现在真枪有红外线吗？要打完才知道要挑去哪里。没关系，我觉得我不会拿到那一张靶纸，因为我可能打不到。你们打不完的子弹都叫资源的去打掉啊，不会收回去哦。砰砰砰！你会看到一个鱼字的，不是在用那个对吧？哦，我用那个对白。拿下 T91步枪，我都用准心啊，对啊，那个不是准心吗？打不到还是会看靶子吧，会看啊，可是我就没办法收回那个靶子，那感觉是一个回忆，那红外线那应该就没有了。那个可拆式提法上面不是还会有一个，就是头靠着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圈圈，我还是我其实要对那個、可是那個眼睛穿不过去啊。我应该是用，我现在用转型的，是吗？当兵时候去打靶门把之后就小黄雀，谢谢吉米都送直播守护你，你的视线跟准心的连线要平，跟枪平行啊，不然会往上或往下飘。理论大师，我的视线跟准心的连线，所以我要跟准心的连线，要跟枪平行。这是
这是准星，所以我的眼睛要这样子跟它这样平行是吗？是这意思吗？开始不知道，我也好想要打中三发哦，可是好像无法。像弹道才能看出来虚的线呀。鼻子要贴近枪身，看出去才会是直的。但学生没差啦。哦，对啊，反正我没有当兵，我只要摸一下枪而已。但就是感觉，如果有打中的话，就会觉得哦。而且听说打中就是三个还是什么，打中多少，好像学校会记功加奖。浩哥 ，Hello。羊圈里的路，我朋友明天不跟我一起去靶场，因为他没有要打，所以我明天需要游览车去，我要一个人坐，好可怜哦，怎么可怜？没有朋友，五中七，别人的还没有打，怎么办？我这么边缘。但我好像我那天有问那个，就是说 TP 大学生们在学校会交朋友们，然后好像听说法法朋友蛮多的，但听说阿姐感觉跟我差不多。你只剩八个宝贝，这种七把星，好笑。太瞎了吧！我希望我上面是有五个啊，感觉很棒。应该是我个性很慢熟，我如果通常是第一次见面的人，我也不会去讲话。我是希望朋友多还是少？我希望有四个朋友，三个朋友，就是。我觉得至少跟什么分组四个人肯定可以一起，可是这样感觉是要住宿舍。可是我大学应该还是会去申请宿舍，就是可能因为听说大一不是都会有早八吗？规定一定会有早八，所以可能假如说回不了家的时候，就是好像可以去住一下宿舍。但我真的我不敢接受那个。宿舍的厕所，好可怕，好脏。就发现周江根本大学一件都没有上，根本不用想宿舍，指日可待这样子。嗯，是重质不重量，四人重，对，就是感觉很棒，是。那怎么想？这种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一定有什么？拖脸也太可爱了吧！你叫我拍照啊？因为我要去再跟医生去约时间，因为我之前这边跟这边后面的那个侧边的牙齿，我这边比较就是上下有对齐，可是这边上下我就觉得咬合好像没有那么的实嘛，然后我就跟医生讲，他就说哎、欸、真的耶，这边有点空的，然后他就帮我拉橡皮筋，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中间的线，因为我中间线之前是上下有对齐，他说如果歪掉的话要跟他们讲，然后我现在就跟他们讲，他就跟我说五月什么时候有空呢，这样子可以这个礼拜就回诊吗？现在很歪、欸，原本没那么歪，原本已经整了，现在歪了，现在已经偏这样了，又回到我以前的角度嘛。我是应该自己当医生，然后拿比较厚的橡皮筋去拉，不然真的五月很忙哎、欸，平日，而且我要毕业考，我要背审，我要。
忙死人了。我看一下我五月要干嘛。我五月要直播，要练习，然后要期末考，我还要去看电影，还要演唱会，还有握手会，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有什么时间？还有这个也这样子，应该还有公演吧？还有母亲节，对啊，还有我妈的生日。大学不是有20分能上的，还有公演，有握手会，有演唱会，有期末考。大学不是有20分能上的，我刚看不懂这句。看电影，凌晨呢？我要去凌晨呢？我要去看电影。太紧会酸吧？我现在右边如果有套都很酸。晚安。是维卡。Ricky，Hello， 母亲节你可以参与。我妈妈的生日是19。19号。还会不知道，殊不知我那个月，应该说那个礼拜是最忙的。我要面试，我要握手会，我要干嘛？还有不知道要干嘛？5月19，对啊，怎么了？那天怎么了？夜空 sky， 谢谢分享直播间。谢谢阿雄送祝福你哟。就妈交给你来守护吧。什么鬼？把酒吧放在哪里？对啊，我不敢动。等一下动，又不见。只是想到跟我妹同一天，真假的？林果有妹妹，哦，差点花掉。你去看看这个特效，不敢动。谢谢林果送了陪凯蒂轩看流星，好想抽动。好笑，谢谢笑笑送猪猪你哟。谢谢夜空赛送的猪猪你。那猪猪你到底要表什么表情啊？我不能自己这样吧。哦，你是叫我动试试看哦。是这样吗？我想说你是那种说就是你敢试试看这个特效这种感觉。是有姐有妹带没女朋友的半个人生胜利组，半个胜利组，这个了吧，笑笑。晚安杨果，怎么会有人有这种要求？你把特效吃掉看看。傅维 ，Hello， 四月扣打没了，谢谢云汉送的行李箱。Rob，Hello， 肖廷宇，你是那种会威胁小偶像的人吗？你是吗？你不是吗？最近好像要干嘛？好像没有要干嘛。我知道我背审资料还没开始做，因为我到底是几号要交啊？先看一下好了。我一想说到底是不知道是哪一天。资料上传，系统测试。
那什么鬼？开放时间是，他不能上传。各大角角大学角角直直，我看一下我的大学是哪一天哦。在哪里？在哪里？在哦哦，两个是同一天。好的，做个 Google 新势力记录一下。现在还没做，对啊，最后一百再做啦。怎么会这样？什么？备审资料上传，上传截止日，然后颜色要用一个红色，因为是重要。新增通知前一天晚上，要不要通知好了？啊，通知一下好了。我现在上面有三个红色的字，一个是西雅的演唱会，一个是期末考，一个是备审资料。这个人是那次不要压线吧？我知道，我打算公演的时候在现场写一下。知道吗？唯一啊，危险。应该说我下礼拜如果没有交可能一份的话，我的某一个学分会被当掉。但我想说我好像不缺那一个学分，又觉得懒得错。哼，这样比起来突然觉得期末考好不重要。对啊，期末考吧就不重要，会不会看吧。对啊，因为我像我这么直接的人嘛，对吧？对呀，换一下背景好，然后背景放自己觉得好，好奇怪，知道吗？选择背景，图片好，我用一个最原本的原始荧幕图。窝囊废幽灵人口，晚安。好，我也是放飞自我。然后跟期末考好像都就，随便啦。就是对于学分差不多拿到的人还好。UCCU 是什么？哪间大学？我公演会写哦。我之前在公演后台做了很多事情耶。我有做音乐报告，我还有做社团作业。UCCU， 哈哈哈哈！你看看你是这意思吗？你看看你，你看看，你看看你 ，UCCU， 明晶 ，Hello， 晚安，晚安呀，明晶。哎，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对于很尴尬的状况，就是我想问，没有啊，我就是想要问握手会如果很尴尬的话要怎么办？就是对于不知道要聊什么的人要聊什么，是失礼的问题？没有，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现在想知道，因为我想想都觉得很尴尬。我说我没有，我在想我自己闲聊啊，我对啊，哦闲聊，
啊，无话可说嘞。嗯，什么小字？你说平安的粉丝吗？我们都嘴明星，谁跟你一样？我跟明星很要好的，好吗？可以握着握着手看着你的眼睛，然后享受个这五分钟吗？应该没有五分钟那么久吧。笑笑好咯，可以咯，笑笑玩小游戏吧，一定就会好好一起面对这个问题了。是30分钟。Are you sure? 玩一小游戏吧。我跟你讲，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李玲那天来我家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说，他说哎、欸，你知道那个，就是他说那个成员，然后那成员跟你讲说要玲玲转账，我说我没有讲他粉丝哦，我就觉得那个成员很可爱，很有趣。你也自己很怕不知道跟你聊啥，怎么办？各位怎么办？玩什么游戏？是握手会，假如说你们会那种，就是假如说在玩游戏，然后没有碰到手，你会觉得很，就是哎，我是来握手的，怎么没有握到手那种感觉吗？尴尬大师笑笑没问题吧？尴尬的时候嘟嘴是公是吧？没有。你会先结巴，没关系，我一律进来，大家就先问好啊。哎，早安啊，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今天怎么来的？哦，按你今天开心吗？今天天气好吗？我要向嗡嗡学习聊天技能。嗡嗡真的是一个很猛的人，他就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聊，然后7秒就没了，对。不会这么想哎、欸，所以你现在正在报备啊，正在报备。如果一进去你马上读选单，你会幸福到死吗？你就进去就早膳是什么奇怪的用语？你做过趁背景音乐播到副歌的时候冲进你也开始跳舞，你的铁板子在身上，然后卷就没了。天哪！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努力想要，就是让握手会没有那么的尴尬，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直播跟现实当中可以差这么多。那我们的缘分就……笑笑，你好意思？你好意思？换一首歌。先别说。哎，你们要看我披的头发吗？我若是剪，我若剪这种头丝还行，哎、欸，太亮了。我若剪这发型，啊，像鼻子超的，没事。我传了这一张给嗡嗡，这个发型，还有这个发型，他说我好像很喜欢你短发，我就。I can't。有些粉丝是面瘫。Who？ 你在指谁呢？林果，你笑出来。哇，他就，我还跟你们说嗡跟我说什么，但是他又不回我了。他每次就是回完讯息，然后就突然间失踪哎，面瘫笑。他说。哦，我传了三张照片给他，说我说我同学我用尽方法 P 短发的，然后传一个白相，这样子，
然后就说完蛋了，我喜欢你的短发，哈哈哈哈。你但你有一次勇，他说你有勇气一次剪短吗？你粉丝会发疯吧？真的的话，骨头会直接进来看我一个月吧，然后再走掉。头发好多，那是皮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啊。我剪完大概是两片吧，两片。你头发太少。如果头发真的有，我如果头发真的长这么多的话，我也愿意剪。可是我现在我头发真的没那么多。玩玩玩。如果是我剪的话，我头发可能会剩下这样子而已。这应该很好笑。黑长直渐渐变成稀有的存在了。我黑长直不排斥黑长直，但感觉如果是大家，就是感觉未来。不是假如说身上真身，就是哎，我要卷头发这样子，一家不就很多？对啊，一家头发很多，头发又少。黑长直，现在二期还很多黑长直吧？有吗？好像也没有。黑长直好像还不错，黑长直。我现在就在虾皮又要下单买东西了。我朋友超扯，他是银虾会员哎、欸，我还是一只小小的铜虾会员。我真的要剪短吗？没有啊，我们只是在聊聊而已，只是聊聊而已。欸，可是我如果真的觉得，如果因为头发转推的人，我就不是这样吧，各位。四月美，领取领取。想买什么？想买？没有，我要买。你知道热辣除毛吗？然后可以拿来除手吗？因为看很多人最近在用，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自己买来玩玩看。那这样转推很肤浅。奈不吉尼，米奇达伊鲁库，很痛哎、欸。对啊，其实我没用过，我不知道。那感觉很方便。鲁吉修。可是安安保持长发才有让人心脏停拍的丸子头大绝招哎、欸！我短发不行吗？我可以心脏停拍的小小丸子头。热带我有人气哦，没有，我是自己想要试试看的。不就是先敷，然后等贴纸，然后等它冷却再用一下。对啊，为什么你拿头发甩你之后就可以剪短？无所谓，那你可能会先拜拜、欸。哦，然后甩完之后你就心满意足，然后我就可以剪短了，其他的不管了，这样现场直接剪掉。我也觉得其实我。其实现在就是有一种太乖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太安静了嘛。我如果简单就喊，就会很有气势。这就是一个很缓冲期。欸、我跟我小刘过这种发型，他真的长这样子，他认真就这样蓬出来，好瞎哦，被剪坏头发，
很好笑。这发型不适合。还是维持好的长发。赵恩 ，Hello。双马尾吧，那入门很新哦，很新哦。波云 ，Hello，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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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博云上次播的守护灵，一事无成的安安，半吊子安安，做什么都做一半，什么都做一半。因为我很生气，我的同学们没有，因为我们音乐课的作品是那个，反正他就是要。就是要学校做那个做毕业歌曲，然后就最后弄就是谱是我打的，然后其他人就可能丢一些意见进来，然后几乎都是我想的。OK OK It's OK。 然后现在也算是只有主旋律而已，然后说好会用鼓组的女生弄到现在，他就说我还没弄好，你根本没有用好不好，可恶。恭喜工具人，我真的谢谢他，同学谢谢你耶，呵呵。好啦，提早体验了大学生活，谢谢终于送我梦幻泡泡，看一下，那有个陪伴。等等，谢谢博云送的浪上野朱冰冰来喽！我可以跟七七，我不是大学生，迈入毕业阶段，羡慕学测生，我提前体验了大学生活。工具人，我跟你们说，现在小助理已经死了，我已经跟他讲过好多次，可是他就真的是听不懂。咪咪发咪瑞，应该是懂咪手吧？工具不是，同学们。不要逼我啊，谢谢杨过送我们收礼，感觉我有点累，我有点累吗？哪种累？我很忙吧，应该这样讲。咪嗦咪发咪瑞，咪发咪瑞应该用什么配伴奏啊？
尾发辣吗？帅、欸，对于一个尾发，零可能太怪了，等一下。依然的 BGM， 什么依然的 BGM？ 心累，我看起来应该都一整天。我现在我发现我现在学校生活就是我只要一趴到学校桌子上我就起不来了，我整个人就这样，一整天的，然后这样，然后就醒来，然后这样，然后举趴就睡。就是我在我第一节课最后一点时间我起来看，然后就哎、欸，怎么后面大家也都长这样子的，就是很好笑。请问桌子有什么梦啊？你想要长眠？你太好笑了，就在学校就是醒不过来。Ray， 因为我觉得应该在 Ray 的地方。Ray 放。看看好，救命！抱歉呢，同学。优基铁前田，谢谢追踪，不要醒来就不会有烦恼，是不是？直接抄旋律吧，对啊，哎、欸，你发现了吗？我就直接把那个拿过来啊，其他人就没有想法、啊。我说啊，这句拿来用吧，反正都我在做，通通给我闭嘴。最近有看动画，我最近在看那个啊，那个《Spy Family》，安妮呀，可爱。不行。懂咪不行，好吧，这个不去，删掉。电影叫什么？好像蛮红的。对啊，最近很红。林果地狱，你会下地狱？他等下就会哦，你讲地狱。地狱之门为你开启。最近真的是好闲哦。最近嘛，游戏也是一如既往的抖碰。前阵子
熊妹有跟我讲，她在玩什么天，那叫什么？她叫天域吗？还是什么？反正有什么 Sky。然后我就打开玩了一下，然后我不知道在玩什么，就妈普普，没有特别的觉得有趣吗？嗨 ，Miso， 北哥 ，Hello， 看到一系列安妮亚合成说地狱图，地狱，知道啊，我之后要去看电影是看那个三天两夜演的，第二集看了吗？结婚了？没有欸，钢炼我好像，其实我没有看过钢炼，我看过的是，有一个。就真人版，嗯，是你啊，五婆 ，Miso， 人家才六岁，他不是跟我们说要努力 N 五，谁跟你说？我吗？还是谁？哦，你说熊妹哦？你听我，你听我，干嘛装可爱笑笑？你听我。梦幻的真人，干嘛？你说，我听你说，我听你说，你可以等。你说三期生的部分吗？那我觉得三期生感觉都是姐姐，不然会有我这个年纪的人。大一小新生，顺便加入三期。你认真要说再见哦，安妮亚的部分没有，我说我觉得是姐姐啦。然后笑笑换一个账号进来这样子。海豚会有很多姐姐吗？我不知道欸，我现在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踪影。我也想知道啊，但我不知道欸，我好像没有那种一开始好像听说一起生活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其实姐姐也不错，小孩子频率你对不上，没有偷偷问一下吗？没有吗？我不知道欸。又还没选到最后 ，Who knows？ You know who knows？ 现在还会怕谁？现在会怕谁？为什么要怕别人？对啊，不会跟我们说、啊。问了，不知道，不知道。笑笑说跟小孩子频率对不上，所以我看来我是一个成熟的人了，我不是小孩。哎，我真的没有怕栗子，栗子那天还问我说。他说我真的很凶吗？没有，你们这些造谣仔。丹尼犬写追踪，没有牌。我不是小孩，因为笑笑可以跟我沟通。居然用这些来印证自己不是小孩子吗？对呀、啊。因为我们可以沟通，代表我的思维不是小孩子。他很在意，没有，真的没有，好吗？所谓的第一印象就是第一印象，都是错的，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人。你想拍你们第一次遇见三期的惊喜？
突然有一天遇到约我们到公司，然后就说要重大发表，就一排一排人走进来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是极度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跟小孩子沟通 OK， 那看不是我吧？11 Yes。30号本家实际就出来了，说那种很无感的前辈好，基于我这个二期生的来说声，就是呢，竟然要叫前辈，但叫久了之后，如果还蛮好的，就可以不用叫前辈。我们二期生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我们也是啊，兄妹前辈。西西前辈、品涵前辈、栗子前辈、云爵前辈、法法前辈，然后现在，熊妹，这一位，比较好奇每个小时候看到我的第一印象。小时候看我的第一印象，我哪知道？这样问你们吧。应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印象吧。你们都一样，台烟小星星这样子，就这样吧。我哪算1.57，我是27。就一个很，我就真的一个很普通的人啊。对啊。很凶我吗？哦，可能有。回锅菜吗？下巴很突兀。台中小辣椒尬的普通，就是普通人。我是你在你邻居旁边，就你邻居家都长得比我漂亮的这种人。手动驾驶鬼，红2019啊！小易，你的维基上面要写2018，你好像写错，好像，好像。龙龙 ，Hello， 那个小鸡到底什么？邻居姐姐能不能要跟你要 IG？ 邻居姐姐，我邻居都是妹妹们，有没有妹们？重点是有一天放学就突然发现就那种学弟，你知道吗？怎么有同校的人在这里？这样，我先去跑单了，没事，辛苦了，桃花哥，加油！我以后我也想要做。阿贤 ，Hello， 梁趣，在台北市，我以后就台北市民了，各位。加油，下雨小心。台北也下雨，台中间也下雨。前阵山穷水尽也曾经想要跑单。笑笑你会吗？你不是每天都在坐在办公室吗？这样好像也不错
偷拿怎么办？家里还有两个，还有我爸妈，还有两老在家。至于那只猫，那只猫，它呢？我觉得它真的是对我非常不友善。没有啊，我妈不让我开车。就是有花太多钱的时候，居然吗？可是我不喜欢，就那网页它会自己有广告，就觉得广告。我这一次去日本了，还不确定吧？需要一点历练，没错，危险。因为花钱很快乐，一不小心就花太多了。我懂。像我这种还没有真正赚入过月薪的人，我不会懂那种每个月要负担就是水电、房租、手机、餐费，还有什么各种费用，就会觉得钱好像还好。但基于那是之前的我，我还是有点金钱基础的人，我很快就会体会到了。在我20岁的时候，你现在已经佛系犯偶像了，好像没有。我现在我知道钱难赚，我现在我不是一个随便会乱花钱的人，我都是基于真的有需要我才会买。哦，生血费用吗？哦，我觉得花费最大的还是，对我来讲目前还是车费吧。好贵，真的很贵。是，应该说大家在讲，你们说你们呢？生血公演生日会费用。我何时学开车？2月的时候。上班是很烧钱，社交费吗？月票真的是第一次看人用。不是，我跟你们说，我如果要省钱，我可以搭客运。可是练习在7:30，我真的没有办法。搬到台北就不会了，对啊，就是在两个月，但我没有买月票，我是买回数票啦。月票真的太贵了，月票是10000多哎，是吗？好像一个月10000多。但我那天就是搭高铁的时候，刚好有在查票，结果坐我左右两边也都是买回数票，也很多人是买回数的。现在就外县市比较真的比较远，就是我而已。我看一下购票资讯。那是定期票吧？我看看。定期票，30天的。我看看，台中到台北。哇哦！非常可观的价格哎，19845，30天哦，19845，你除以
除以三十，假如说你真的每天都搭来回的话，除以六十。你说你这样真的每天来回花一张票330，好像便宜很多了。我如果需要这张票的时候，可能是我上选拔了之后吧。但目前好像还不需要买到这样子。19000就乱花去，没办法。高铁本来不也才吗？才吗？对啊，我都675了，然后我会搭回数，就是变成一张票是820折，所以台北学校一定要上的啦。对，台北的学校远没关系，但别心说不定下单上学吧，希望。高铁台中台北700，学生615跟575，晚上的时候半价350。但若以台北不是台北，若以日本的票价来讲话，跟台湾比真的便宜很多。对啊，木板车。那个月票也便宜太少吧？不是啊，月票这样其实，可是因为真的不会有人每天欸，包含假日都来回。宫田娱乐有限公司，这是什么东西？看这是谁？陆克 ，Hello， 陆克，你创娱乐公司哦。卢卡官播，现在是谁在播？我来看看，连播看一下现在有谁，好友连麦，现在Mina跟米米。对啊，我现在住台中，现在有便宜到哪？330，对啊，其实。叶曙安。可乐王，这首歌爱想你，给上班族了。对啊，买不到。开始。猫鼠面，为什么我是猫？猫鼠面听起来很怪。我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对啊，这是什么？猫鼠面。不会唱。Get up。那是什么？猫鼠面。谢谢什么？在哪里？化境。话题举镜，话题。
摩羯座的闪光星星，七月送的行李箱，有吗？你说现在吗？没有，我这现在突然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突然间有点，知道哎，一定要打吧。我是一直在在意我的肩膀会不会受伤这件事情。话题致敬，耶耶耶！三年苦累，嗯，累了吗？怎么办？我就是我已经睡了一整天了，但是还是好累哦。这正常吗？不正常吧？这是对的就没事。30发，没有，就3发而已。希望别人可以射到我的纸上，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是我射中的。我们要自备耳塞吗？没有，学校会给。你才老嘞，正常啊，睡太久会累。我在，我就应该说，我最近我在台北那几天，我真的是好晚睡哦。我那个公演结束那天，礼拜六，我已经想好晚餐宵夜要吃什么了。就在台北吗？因为在台北的时候，因为真的太晚睡，可能就是3点多，大概是跟朋友们一起玩到很晚，然后就很晚睡，很晚睡之后就会睡眠时钟就会被跳到。你说熬夜咸酥鸡那天吗？那个是蛮久的，没有，是有一天。我们是吃的海底捞，已经吃到下午早上4点，回到家已经就是已经天亮了啦。到时候我们4月9号那天去吃的时候，听说早上还是什么时候有那个，但我们没有背那个，我们没事，我们没有背，这样。吃到4点，对啊，半夜放假的宵夜我们很过分。那没事啊，我们就没有啊，我没有收到这个。我有去查我电话，我电话完全没有被查。还原人受伤，给我你的爱。相信我没有，有我家人每次我在台北说，在台北不要乱跑，然后我就说好，然后立马中山区，你有真的？居然呢？我没有收到，我一直以为我会收到，因为我一直在台北乱跑。但我都没有，你也有，你们都有。看来我还不够台北人。你隔离完了，林国。哦，所以是被框就要隔离10天。说好不能换，乱跑。没有，我是不知道人会那么多。总共被捅7次鼻子，哇！我自己捅也捅很多次了。我最想要的东西，喜欢的不受伤，给我你的爱。我问问熊妹怎么可能好好待着？最近是玲玲啦，最近很常跟玲玲一起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自己捅，
自己捅比较还好，就没有那么的可怕。反正疫苗打满就放心吧，我已经打到最满了，最高防御力。我们不是好妈子吗？对啊，我们很好啊。只是我们最近时间都打不上。对，汪汪最近很忙耶，他有他自己的事情。来念个吧，好卡哦。第十名是启月，谢谢启月。第九名是云汉，谢谢云汉。第八名是钟颖，谢谢钟颖。第七名是林国，谢谢林国。第六名是杨过，谢谢杨过。第五名是博云，谢谢博云。第四名是 Cody， 谢谢 Cody。第三名是阿雄非本人，谢谢阿雄。第二名是洛璃笑，谢谢洛璃笑。第一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 谢谢大家见。OK， 原来不是你的问题，是真的有卡吧？我觉得整个人就这样子那种。南极，这今天不用看电影，你真的太常看电影了，小小。嗯。今天现在就不礼拜四，礼拜四，嗯，我礼拜五还要去学校两节课，嗯，想直接请假，可是因为期末考，有点 sad， 话题进的辛苦了，晚安安，我的人生剩下你们跟看电影的，不要这样，你的人生小小。你要不要考虑养一只猫咪？你觉得你的人生还有一只猫咪？真的，你养一只猫咪陪你，但你不喜欢小孩，不是你不喜欢小孩，你是不喜欢猫小孩。加油，奶奶，过喽。嗯，你不喜欢猫，你也养兔子。我们家最近捡到一只野兔。真的野兔，你们要看吗？这野兔我不知道什么，我真的很怕它会死掉，希望它不会死掉。野兔，就是跟我拳头一样大的野兔，它讲这样，很可爱吧？这么小子，应该说它在地上都没有动，然后。然后我爸就把他捡回家，就是那时候看他就是都没有在动啊，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上次再见自由是加油啦啦咕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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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宵夜。野兔超小的，对啊，就真的是这样子。他现在就活得还蛮好的，因为主要是因为在山上那时候捡到的时候，感觉会被老实说，捡到的地方那里真的超级多野狗的。我发现那里还可能就活不过几天，没有，是在高雄捡的。高雄复活节应该正常来讲说野兔不应该人工饲养，可是问过当地的人，当地的人说觉得把它养大一点再放回去，但我觉得就是养大一点再放回去它是没有野生的能力，但它真的很可爱啊，不觉得很可爱吗？
小小一只的，至少他不会吵。哦，所以你不喜欢吵。你要看吗？他今天跟我的，他今天跟我的手对比的 size， 这是我的手，这是他的身体。现在还有野兔，很少，野兔很少。这种放生凶多吉少，而且就算不剪，它也是凶多吉少。想说的，可能就这样吧。原本是想说这礼拜五要把它放回去，可是还是觉得，哦，应该说原本这礼拜五我们家的投票呢，家庭投票是打算把它放回去原处，但还是觉得很可怕。但现在有这样顾着，也会觉得很害怕，它会死掉，因为兔子好像其实蛮难顾的，尤其是野兔吧，野兔，因为野兔很少在人工饲养。所以野兔其实是吃什么都可以啊，毕竟它在山上也都乱吃啊。偷来看到兔子有没有这样？他那天就是想抓，所以现在兔子养在地下室的厕所。所以偷来现在是见不到兔子的。我爸叫那些兔子超怂，他一直叫巴尼巴尼巴尼。很有时候也叫偷啦，叫他偷啦，什么食物？回归自然会比较好，因为流浪联络流浪兔协会没有吧？你上网查就会知道啊，他就会跟你说放回去原位，因为一样，他们死掉吗？不是，就算你现在给那些处理的话，也是。他们也是会放回原处吧，就是放山上。但现在这野兔，它现在真的太小，它现在就这样。周先生呢，非常的喜欢小动物，应该说小动物也很喜欢他，对。应该说现在兔子医生很少吧，他们知道放哪里比较好吧？那我们要放也就是放抓的地方不就好吗？森林王子，不是，结果是偷拉最近很少咬你。哎，是这样吗？没有，好不好？他还是抓包啊，只是现在好了，微微的受伤了、啊，有吗？好像看不太到，这应该还好。我只希望没有，他不是，他是在高雄偏乡的山上的某片。某片草上面，那算什么？什么？就是山区啦，对，山区地区不好说，地区不好说，很少吧？感觉兔子很多人养，兽医应该很好找吧？专门兔子的兽医很少，嗯，对，你要说兽医很多，但是真的。专治兔子的很少，非洲大草原，高雄大山区，好了，没有了。草原上的猛兽。嗯，好的，我们礼拜四再聊。
没有，你要想，他在台北，我在台中。他的是宠物兔。好了，我手机要没电了，好卡。晚安。晚安大家，静了。晚安，晚安，安安安，晚安安安安，拜拜。